豪的现在如果到内在内地的音乐节演不了，为啥呢？就是、不好蹦啊！啊，底下观众看半天说这啥呀、啊？怎么还一二三还蹦不起来呢？啊，对，长得帅，但凡北京猴又长得也不帅，完蛋了，没人请。这音乐节里面的这个阵容，我估计放在内地没有一个能卖出票的，没有那个怎么能卖出票呢？那个明天找刘晓杰结账啊！You gotta live your life, you gotta treat you right, you gotta give into the crazy appetite, you gotta shake it up, you gotta hold it down, you gotta do all of the things that make you smile. 好快，现在到了香港啦，太可怕了，没事，口罩摘掉。其实在这场音乐节开始的前三个月，身边的朋友们早已经买完了机票和音乐节的门票，订好了酒店，要喊我一起去，我都以工作借口拒绝了。我以为这只是一场音乐节，不去也没什么的。直到音乐节开始的前一天，看着身边的人都陆陆续续地搭上了飞往香港的航班，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台北的朋友都纷纷到达了香港，看着大家的定位，我决定放下手里的工作。三年以来第一场有海外艺人的音乐节，一生可能也就这么一次的盛事。我当时立刻订了机票，开始收门票，其中也不妨一次被骗的经历。感谢身边的朋友帮我疯狂收票，也感谢飞哥十分靠谱的出手。终于我搭上了飞机，去见我半个行业的熟人们。虽然错过了第一天，但是后面两天的熟人大聚会真的非常开心，有一种时空交错的魔幻感觉。我们在蘑菇屋支起了 school 分会场，这几天和朋友们在微信上说的最多的就是蘑菇屋见。我已经到了中环广场，前面就是七飞音乐节，这边就是特别标志的摩天轮。耶、I'm here。这个广场平时人就蛮多，然后其实这次的围栏设的一点也不高。OK， here we go， 这就是机飞啦。来到了手环，走喽，去看 Lucy 去找他们。这个地方。就是这两天所有走失的人都爱在这儿相见，据说好多人看到我了，在找他们。嗨嗨嗨，来来来，勉强跟女儿合影，勉强跟您合个影。我没有走丢，我的吗？我知道，我跟你讲，我哎，他是叫什么来着？不认识。别这样嘛，这不是有名的借口大王。你们就在这儿排练，哎呦我的妈呀！我们坐下吧，好累、啊。我跟你讲，你自己问问你，哎、为什么？这位播客是想要随机采访了吗？我昨天已经发了一期了，你没有看到吗？我昨天在赶路，没有看到。我今天早上发的。哇哦，今天早上更没有。我在飞机上。就是这三天我会找人随机采访，然后不剪辑，直接出，每天十分钟，然后。说完明天就不认了。你要不要在这儿宣传一下你的播客？大家可以去小宇宙、 QQ 音乐、网易云音乐各大音乐平台搜索说得好听，找到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耶。好，借口。然后一月份、二月份我们在持续问他，直到三月份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说这是一个我们出发当天，对，我们出发当天他突然意识到说我要去，可是那个时候既买不到票，然后机票也很贵，于是这个人还在闲鱼上收了一张假票，我真的不知道是为什么。微博上都是被那个乐迷网友坑的，具体的详细细节可以看我的微博主页，我已经剪了一期 vlog。这真的很离谱，所以那个钱最后找回来了吗？当然没有，紧急报案，紧急说不可能找回来了，我就 giving up 了。多少钱？850。一天的吗？也，来两天。但是850现在一天都没有啊。所以你后来是怎么进来的？感谢赞助商给我买票，偷渡买票。赞助商。
赞助商。我觉得好魔幻啊，自从昨天开始，然后买票购票这种事儿，然后今天此刻出现在香港，就觉得好神奇。这都是就是莫斯，就是从10月12日开始盛唐买票的亲友团的聚会场所。带着一些恨铁不成钢和一些就是，这不是这个音乐节还没有开票就开始告诉你让你来你不来，你非得提前一天订，你真把自己当压轴啊！范冰冰都没你这么压的。我们出发前一天按摩的时候还在跟他是那个低调了，对，范冰冰跟章子怡抢压轴都没抢成你这样，这不是就人生需要一些刺激吗？所以你答应我们穿得很辣呢，你把袜子脱掉啊，要脱掉啊。这不是还没机会脱吗？还行。哎呀，呀，手不够了，拿一下，我自己脱，自己脱。衣服要丢弃脱。对，答应他们穿的辣一点。你知道，就是昨天收拾行李的时候，一直疯狂在问这帮人，然后这帮人说，他肯定要求辣。什么？结果一定要求。我晚上冻着了。你们穿成那样，我这有啥差别了？没有，没有。来，今天第一位来我们卡座的嘉宾饺子，这是第二个节目，今天第二个装。没有，我今天我叫大骂鸡飞，因为鸡飞就是 fucking， 就是卖，就我只能用我妈妈的信用卡，然后我才能买你的酒，然后我两杯酒就要240港元。我，然后所以很失望。我刚才看墨子，我刚从墨子，然后我一直在找他，然后我就是远远看到一个红那个就是大白妹，然后就从那边走过来。Hello， 雨燕。Hello。你是昨天到是吗？哦，我是昨天早上临时起意，我前天才买，然后我进场前又喝了。哎，我跟你一样，我也是前天买的。我今天，因为我今天还在开会，我怕就是我来想周四晚上回，然后我老板给我周晚。我昨天还记得你，就是出去我们还走了好远了。非常见到了我的同事 Pat， 他的女朋友 Sally。Welcome to Hong Kong。
走不动了，也站不动，决定了接下来就坐着看吧。